现在的海拔是在1300左右，最后面这山上很适合长那个猕猴桃，我们这边叫杨桃，这就是杨桃的藤。这个藤上有一些，哇，结了好多。这两颗，上面还有一些，在后面这块我等会儿来摘，我先去那边大的树上摘了再说。真牛逼！喂。来到了个去年这个地方，去年在这里摘了很多，没有摘啊！哇塞，好大个！看这个，好大个！就这颗藤有一些，长得也挺大个的。找了老半天找到这些，今年秋的太少了。搞得这么带爆，这是长条种的，发现有个刺梨，
这位长得太好了，哇塞，全是大个的小球球。